我觉得好奇怪，一个人啊，好似有多少感觉，你就望你就去知道佢会，佢嘅人啊，好似唔系喺嗰度，你就望，好似 dreaming 啊。点解呢？我同你讲，我同你讲 ，Lily， 你推入嗰个蓝色嘅凳俾我。 呢个蓝色就推入去俾我，你听唔到我，系根本系听唔到，我都觉得好奇怪，点解系听唔到嘅？我觉得好奇怪啲啫喎，你推呢个凳入去俾我，你一起身咁就行入去喎。 哎呀，我冇搞错，唔通佢听唔到咩？我又唔知做乜嘢。你行入去帮我收我嘅吉他，收嗰啲歌词啊，西北好好啦，攞去个台，好似系帮我做嘢。啊，之后我帮你收好俾你啦，讲收得制嗰时好好，真系收好你攞到出去，我出门口嗰时嗰个台制止。 等我入去开个门，阿、啊、死啦！我想去弹嗰个吉他，咗正收咗正放工嘅。哎呀死啦，冇咗嘅喂！我行翻出嚟，哎，我问社会，你哋有听到冇？你哋吓、啊，我叫佢做乜嘢？你有听到冇？佢讲，有，叫推个蓝色嘅凳嚟咯。我点解冇推个蓝色凳嚟嘅？ 我想翻转头，点解佢当冇件事嘅咧？之前你同佢讲，我都听唔到咁样，听唔到。后屘我问之人问一个，之后我问一个，问你几个人嗰时，原来你听到冇？听到佢讲，佢听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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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咁嘅事都有，阿平系咪？听唔到佢。 有好多嘢嚟讲啊，一个人要去可能，佢有得到啊，premonition 嚟得啊感觉，一种嘅爱嘅啊爱嘅感觉打俾佢啊爱嘅感觉，因为子女叫醒佢讲，哎呀做咩咁早叫醒我啊啊家就八点咩讲。 早啲醒我嘛，使咩咁自正叫我嘅？朝头八点嚟讲，咩瞓紧觉啦？可能系瞓觉系懵懵啦，或者不过冇理由一个人瞓觉讲句，佢唔知道咩时间瞓嘅，一开眼你就懵，梗知道朝头早系夜晚嘛？要子女望出去睇，冇搞错啊！ 好似朝头早咩？子女要忙出去睇喎，好似朝头早咩？夜晚，叫继续瞓啦，叫继续瞓啦，夜晚啊，个天日啊，佢讲我以为朝头早八点喎，啊系咪？嗰阵时十二点啦，不过佢讲我以为朝头早八点喎，时间系十二点，佢以为系朝头早八点喎，咗第二日朝头早就系八点去俾车撞。 就朝头早八点未行过去，就系嗰个时间啦。啊咁嘅事都有嘅，呢啲嘢全部俾我翻嚟谂，你知冇？俾我翻嚟谂，我呢度坐低谂，谂到顶唔顺，我拜天公五点几打坐，使唔使我知道？系啦，一个。 一个启示啦，一个启示啊，好嘅，一个人改身啊，都系好嘅。